109，好，这是木兰。哦，这个木兰呢，我们是用皮，好，木兰花的皮，哦，这一株的皮，它的味苦性寒，寒的药通通是能够解热行血，好，哦，这个女孩子吃，好，对皮肤也是很好，好，面泡，注意看后面有两个偏方，好，注意可以看这个面泡，这个脸上那个青春痘怎么治，好，木兰皮啊，好，栀子啊，好，这诸位可以参考，好，当然这个诸位做起来好，自己做那个，然后服用都，或者是你直接打粉，好，晒干打粉，这个都没有什么影响。好，一般来说，你只要记得寒的药，木兰皮是寒的药，寒味的药呢，一般体寒的人不能吃，体寒的人就是形瘦，好，瘦瘦的，然后拉肚子，常常下痢，然后也不会口渴，然后这种都是寒症，颜色气色比较暗，都是所谓寒症。好，那这个